你先走呗。啊，好。哎，徐星宇啊。啊，没事，我想问你，喝了这么多酒，自己能回家吗？酒都喝完了，想起来关心我了？没有，一直关心你，一直关心啊！我也没见你主动给我发微信啊。我这不是看你太忙了吗？你朋友圈今天泰国，明天马来西亚的。哦，这么关注我呀？你不会喜欢我吧？啊，不是。哎呀，其实我叫你是有问题想问你的。什么呀？啊，就是我。你是不是想转移话题啊？哎，不是，真的，这个问题挺重要的。啊？就是我有一个喜欢了8年的女孩，我想跟她表白，但是我不敢开口，所以我就。所以你是想问我怎么跟她表白了？那这么说的话，我也有一个喜欢了很久的人。啊？他是什么样的人啊？他呀，我经常找他，但是他不理我，可能人家不喜欢我。但是呀，他是老给我朋友圈点赞。啊，那你没问他到底怎么想的呀？我问了，人家根本不理我呀。啊，要是我，我肯定不，我可应该是不能像他这样。他老问我一些奇奇怪怪的问题。什么呀？他老问我。怎么样和一个喜欢了8年的人表白？所以你知道答案了吗？哎，你别等着得了。所以你走吧，我介绍跟他火箭了。怎么了？我觉得那俩挺合适的。他俩合适。啊？我以为你锁的那个人是你。不是，什么叫是我？你回来说明白了来。什么叫是我？你不知道啊？不知道什么？你看不出来是吧？我看什么？看不出来我喜欢的人是你是吧？要不你先看照片吧，好不好？我看什么呀？你先看照片吧。我都跟你说这么清楚了，我看什么呀？看看吧，人挺好的。哎，你刚刚是不是跟我表白了？啊？二两。啊，我感动了。你干什么？我走吧。跟你拉对象一点意思都没有。我又怎么了？谁家出门约会穿星等夹克呀？我这一身多好，我今天不穿这一身，人能对他那么客气啊？还送我们过饭吃？那你觉得咱俩像情侣吧？那你挖苦我干什么？整场情侣该干的是不是都干了？吃饭、看电影、逛……不是，什么叫都干了呀？还有呢？不是你什么意思呀？不是这个意思。哎，是这个意思。你说什么？你什么意思啊？我逗逗你，我知道你什么意思。你别上火了，我都红衣服了。那你先把微信号传给我吧。我看微信一样好友，我看你是不是上我。谁你？还有，我说的情侣该干的事是这个，相亲我俩。哎呀，我错了，你原谅我吧。也不能说话是吧？想不起，不行，我走了。